好像是小黑屋一个小时了我，呀，小黑屋一个小时，哥，人麻了，不能打 AK，我真的玩这游戏从此以后再也不碰 AK，真的，我要做一个不，我再碰 AK 我就是狗。从此以后不再碰 AK。发你了，发你了，晨晨，上这个，上东部。我有点小累哦，我跟你讲。那你还玩？睡不着啊，睡不着我就想玩了。今天11点起来，然后一直到现在吧，这几天都睡不了几个小时，就起来了。他批真的烦，操你妈的！机器码一个小时，看到了，卡房看管到需了，要多少？咋整？现中在奖哥，卡房管是个火箭，但来是打两打一个小时吃鸡去，你要上分的话哦，中奖哥，你要上分就是没有房管这个福利了。就比如说你刚刚刷了5个飞机，相当于一个火箭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这其中有3个飞机不是要到荣耀之巅的嘛，2个飞机。再补3个飞机就卡房管，就是相当于你刚刚不是又刷了2个嘛，再补3个就相当于给你个房管，但是我只能给你上3个飞机的分，3个飞机不是要到荣耀之巅嘛，我收了你3个飞机要到荣耀之巅，对不对？就带你上，我就给你打了荣耀之巅，然后还有剩下3个，你再补3个飞机，我就给你个房管，把你拉到微信群里面去，然后平时没事你就把号发我，我帮你打打分。像这种情况，比如说我接了个东部单子，是不是？你是东部号，你这个号也是东部的，然后我就可以拿你的号跟另一个号双排，给你上一下分，平时给你打打分，然后有空你就过来跟我一块玩，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怎么玩嘛？这他妈机器码一个小时了，怎么整嘛？兄弟们。这他妈的无语了，我都，这玩啥呀，兄弟们？这玩什么呀？走，咱俩吃鸡去啊。玩吃鸡我还得换个 OBS，这个 OBS 玩吃鸡好卡。他们说画面卡不是我卡，麻烦我换过来，一个小时还麻烦。斗会儿地主吧，真的，斗一会儿地主，斗会儿地主吧。对你补3个飞机就行了，当然你刷火箭我也不介意。